来，是你来硬哦。他盯他的头啊。对。啊。诺亚，你确定有想清楚哈？是吧？是。想象我的那先告白啊，干脆先告白，万一来不及告白、啊，没关系，等一下如果盯下去了，应该还有十几秒的时间可以让你把该说的话说完。OK， 好，请你想象我太阳穴这边有一个打叉，目标就在这里，这个打叉的地方。天哪，不会，我对他有信心，加油，等他死哦。若阳，你确定吗？确定哦。好，能够死在你枪下，那也值得。哇！一，好，靠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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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二，三。不是若雅，你打就打，为什么要敲一下呢？接打。默契很好，默契好，又很烦、欸。你在发嗲吗？不是，嗲在调情，还蛮恶心的。很用力、欸。对呀、啊，没有冰枪，没有，又过关了。50-50，我们只有机会。钟哥，红色、白色。不是他歪，真的选到那一颗。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红色、白色。那就不要啦。啊！不要选。啊！啊他真的对小妹你再交换了一下，只是让他看不出来是哪一只而已，他干脆要不要看颜色了耶。对啊，请你帮我拿这个气球就好了。你要干嘛？红石吗？不会。你要直接来了吗？啊，他拿球要干什么？等一下你就知道，等一下我会把有的那只打在气球上。哦，一个对脑，一个对球啊。对。哦，同时啊，两个手，一只一个对脑，一个对球、欸，哎，球没破，脑就破了。对。他现在在用脑波感应哪一只里面有钉子？你们注意看，不要一讲话，你们很啰嗦哎、欸。你懂行这点啊？他是金丢哎、欸。啊哇，好，不管哪一只有，拼了！啊！洛阳，你要帮忙，靠近一点，靠近一点。一、二。哇，突然来个换的哦，对呀、啊，哇，发爆，发爆，真的耶！小时候你放什么颜色？白色，我放白色，你放白色，加满了，不错不错不错，厉害！真的新一代的魔术大师，谢谢简明轩，谢谢王牌魔术师，谢谢帅。好。